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天台四教仪纪教观纲中和说，各位比丘、各位沙弥、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请放掌。好，我们上一堂课呢，谈到新三这个秘密教啊、哦，秘密教呢，对于这个秘密的用法，世尊为什么要秘密？那么秘密呢，在什么地方呢，可以运用的非常的、恰当、以及。在声闻法当中，其实就已经用到了秘密这样子的一个教法的仪式了。那么我们都提过了。那接着呢，有这么一句话说：“各自得意，各自得意得什么意？因为它不是秘，它不是不定义啊，所以它是一个秘密的得意呢。它就我对你说顿，顿得顿意；我对你说见，说见意，见出、见中、见后。那么有。”见的利益，所以说注解当中说了，得闻顿得顿意，是闻见得见意。那么教观纲中科四里头提到，如来身轮现通，口轮说法，意轮见机。那么呢，成说岔说，什么应显应密应啊，观小观大察小等字啊，一字啊，应具是料简啊。那么呢，正三轮不思议，而所披所备之机呀、啊，得意广也。那么呢，这段这个文呢、是这么说，他说如来，那么呢，这个三轮轮为什么叫轮？轮就是在佛法当中能前进啊、于颠倒妄想中能碾破。于众生中能转移，能够转动，名为轮。你看哦，我身体做给你看，慢慢的影响你，你也跟着我做。所以我把一个正法转入到你那里去，能转动。第二，我自己靠我身体，我来拜佛，我静坐，人才能够七支做法，然后能够怎么样？能够这个双盘。能够这样做，有这个身体的这个功能，那么靠着它呢，我自己在佛法中前进，对不对？好，这有再来，我因为能够在佛法中前进呢，我靠这个身体，然后我这样静坐，我能够怎么样？我能够碾破我那个身心躁动的相貌。你不信呢？散盘于身心静的功能没有单盘好，单盘。或者叫半散盘，没有半散盘的。半散盘呢，也没有单盘在身心静这件事情那么好。那么呢，单盘也没有这双盘呢，降伏降魔座啊来的那么那样子的好。你自己试试看就知道。不过当然，因为它双盘这样盘起来，有时候身体啊、骨骼啊受不了啊，那当然你要慢慢来，或者身体调好了再来这样做。那就是身轮了，身轮能让你身体怎么动作之下，哎，你的心跟着怎么样？就身心是互为增上嘛。上上堂课我们谈过嘛，是互为增上缘嘛，是这样。所以叫身轮。那么身轮呢，现通，就世尊呢，如果声闻法当中来讲，这个三明六通里头哦，神足通、他心通等啊、那么呢？宿命通、那么的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下出水，身上出火，能够在虚空中这个行住坐卧、让众生起的欢喜心。那大乘的当然神通就更多了、这些是现种种的神通妙用来利益众生。口呢，口轮说法，口也是轮，一样具有刚刚的三个意思：碾破意、前进意、然后转动意、转动。我讲法、你听了，你听了身心跟着改变，我转动你了、
那么呢，前进 我说法，我就在思维，就在思维，思维法义，思维法义，我自己得利益，是这样，这样再来，因为说法了，能够让你开悟，开悟之见啊，那么呢，开显众生的之见，能够让一切众生呢，舍离，碾破邪见，自己也碾破邪见，那么这是不是有碾破意？这样懂吗？碾破转移前进，有这样子的意思。那么一轮亦复如是，一轮亦复如是，内在思维，内在思维，然后呢，然后依着思维能够有所作为，都是前进。内在思维能够怎么样，能够碾破错误的知见。那当然说呢，你说议论能不能影响别人，其实也能。很多很意志或者思想想法他说不清楚的，但透过做当中，他看到你内心的意志是什么了，这个他读到了，原来你是这么慈悲哦，哇，你一直叫我要供养三宝，我还以为师父爱钱，结果不是，是要因为看到我，这个马上就要匮乏了，在我匮乏之前呢，叫我赶快供养三宝，我还能够储存这个法财，原来是这样。师父他知道了，你的意志，他最后读出来还是影响他，这些不是在事先说做的时候能够影响他，所以议论还是有影响众生的功能，那么这个是议论。那么在这里讲议论见机，口轮说法，口轮就是口说法啊。议论呢，它名字为轮，有这三种功能。然后呢，它见种种的机，意念上理解众生的根基。然后陈说岔说，这是个比喻啦，就是说种种说法的陈岔的说法，教法陈岔。那么呢，显应密应，显应就是说显现 身口意的相，让你知道；密应让你应你的机，而你稍有不，你实在不知。你比如说显应有一种，就是佛在世的时候显应，就是你见到佛了嘛。佛在世的时候，那就是所谓的住世三宝，在那里。那么呢，现在是化相三宝。是那个画的相貌，那个画线的相貌的三宝，也是显现在那，看到佛，恭敬，看到佛，想到法身啊等等，有那个相貌显应，就是有形象让你看到。那密应是什么呢？还有一种显应是这样，这个前几天去看张伦法师，张伦法师说：“哎呀，你护法龙天啊，你要护持我啊！现在那个跟我一起来拜的人说什么，希望住好一点的房间呢、啊？那你老人家如果护法的话，今天就让我能够住到好的房间，让这家伙能够闭嘴，不要再起颠倒像。果然呢，他这么一说呢，果然那天人家就请他去住比较自在一点的那个房间。”让那个有护法升起恭敬，这也就是显应，这是显应。但显应也有坏处，因为你得看到相你才相信，你没有不显你就不显现你就认为没感应啊，那信佛不好了，信佛无效，怎么的啊，有可能会过度执着了，是这样。所以就有师长会说，讲这种感应的不要讲太多，怕众生起毁谤。这个有徒弟就听着师父这样讲，所以显应他都不说，他说不行，不要讲这些怪力乱神。错了，显应不是怪力乱神，是有显应，对某些众生就是这样，尤其是知识分子，那叫知识佛教。他就说这些什么讲什么经典上讲什么宋词大圣经典宋词补门品就能够怎么样如日虚空住啦，黑风吹堕船舫啦，那么称念观世音啦，即得这个安稳啦，不能讲这个，这个不是这种意思的，这有另外有意义的。
另外有意义，或许还可以解释，你要怎么解释，我们看对不对。但是呢，你就独独不相信世尊有显应，那这也是不对的。当年呢，不要说在大圣经了，在声闻经典里头啊，世尊呢、啊、在律典当中啊，很多处的记载，记载什么？记载说、啊、有国王要请世尊去应供，然后世尊说就招兵买马，他说哎那个有谁有空啊，来跟我一起去。不过呢，这一次去的地方那个国王啊不太信佛，只是因为耳闻了世尊的名， 他希望世尊能够给他供。那个对不起啊，这一次去的要有神通的才跟我去，咱们用飞的去给他看一看，然后让国王来看到啊，永悲啊，这样的好恭敬供养。那还真的这样，世尊还在声闻法里头就有这样子特别标示，这次呢要现神通去，没有说不能现神通的。可是世尊到临入灭的时候，他要求弟子不能再用现神通度众生。为什么？神通不究竟，第二，神通让众生恐惧，第三，神通让众生起毁谤，第四，神通通于外道，第五，神通让众生起妄分别，所以不能再现神通。第一，神，我们倒回来讲，神通让众生起分别。哎，圣身，有的圣身不是具解脱，他圣身，他讲的法义圣身不可思议，可是他就是不会现神通。他不是定相应，他是会解脱的大德，他也没有想要学神通，或者他因缘上神通不发，还没有发。可是他的法义，他的开悟，他的解脱是真实的。对不起啊，因为他不会现神通。另外那个外道呢，吼、哦，北来北去，弄来弄去，钻来钻去的这样。那众生呢，好要神通，不好要这位圣者，妄起分别。结果把法给混乱混烂，所以不准。第二，神通呢让众生起颠倒恭敬相，他就不再学佛了。师父、哦、我家里怎么样怎么样，你现个神通把他怎么样怎么样。那这个师父说啊，不行啦，这个是你自己的业啊，你都还没汤，你都这样子吝啬啊，你明明大家都知道你有神通的，你都不搞这么一下。你看他哪里真要学佛啊，他哪里要自作自受啊，哪有什么自作自受，你弄一个神通来不就慈悲对付我了吗，帮我怎么样了吗。我们认识一位正骨师，他常常讲那个有的没有的。他说他曾经也去帮人家正骨，要去正骨的时候，黑白无常出来了，跟他讲这件事情你别管，我们要拉他走，他已经得癌症了，你不要依他。然后那位老兄呢，这位王先生呢，说啊，你想了，我给我遇到了，我就是要搞他了。结果他自己躺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是这样子。为什么？因为他冤有头债有主，你横中插出来，要来搅局，人家也不欢喜啊。所以说神通不能这样用。再来，神通混乱什么呢？混乱你的道教法。会让那个用神通的人呢，是个凡夫，你用神通会来名利沾身，自己起颠倒。因为你都要，你都像有神通一样，人家都把你当作圣人了、啊、明明你不是，可是都已经讲成这样了啊，我好说我是凡夫吗？啊，只好继续演下去，继续演下去。结果你看看，坏乱彼此。所以让众生不好要正法，不让众生呢甚至于认不出圣身，他让众生不喜欢听闻佛法，听闻佛法就慢呢，好慢哦！你不要跟我讲那么多了哦。现在哦，就是我们家里有个家伙，有一位我最亲爱的人得了癌症的，你就把他医好，我信你。你看看他就这种想法，他觉得念佛太慢了。持戒根本不管用啊，那么修行呢，哎呀虚无缥缈，不就这样才快吗？你看看一些外道信神的不就是这样子吗？所以不能现神通，原因在此，原因在此。那你说佛在世为什么可以，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佛
他在世，等他入灭之前，他说了不要做了，那一切就结束。佛不同一般凡夫，从古到今，下一尊佛要出现，那要56亿多少万年之后，那在这当中没有第二尊佛，所以只要佛说不准了，因为没有第二尊佛嘛，所以没有人会再去折求谁说要像佛这样做，已经没有第二个人可以这样做了。佛说我做了就好了啊，不要这样干了，是这样。只有他是正遍知，他说我能做，你们就不要做了，那就不要做了。所以事后为什么不现神通，为什么也不应该现神通，不适合用神通，就是有利益众生的相貌。你注意看哦，有些教派我也不便说什么，他们就特别有鬼神神通啦，修什么法，怎么样感应啦，看了什么啦，然后如何这般啦，你看那个信徒那个恭敬的样子啊，简直到了你绝对不能批评我的师父，我的上师，我的上人，你要稍微批评我就跟你拼了。他所形成的这种恭敬相啊，过分了，过分了。那这个好吗？这样子的追随者已经到达了崇拜的状态了。那崇拜的本身就是我执哦，你要知道，它不是与法相应，因为法要相应，一定是与我执不相容的，那才会跟法相应。所以他哪怕他修了哪一座法，他师父传他一个什么样的法，他与其说他好要法的本身，不如说他是因为崇拜了他师父有神通，这里头很维系，你去观察。所以一个真正有德的人呢，他不会让你怎么样感觉是什么神通不神通。虚云老和尚有一次到119岁的时候，他那时候已经住云居山，有一次啊，一个这么老人，虚弱的老人哦，突然间跟弟子讲说，哎，今天要去哪个后山了？哪个很高的山了？要去看看地理，因为那里也可能建一个什么官房，很好修。哦，那徒弟想，那几个徒弟想说，天气这么热，你要知道那个云居山那个地方啊，那热起来是很吓人的啊，冷起来会冷到爆，热起来热到爆，是这样。然后呢，太阳又那么大，啊，老人家这样去不是很惨吗？他们就这样想而已哦，结果呢，他们就用一个藤椅，有靠背的藤椅，两边绑竹竿，然后呢分三组，两人一组，六个人分三组，两人一组扛着那个老和尚哦，坐上那个竹竿，因为119岁啊，爬那么山呢，你能让他爬吗？然后就这样扛着，老和尚也没说什么，就这样上去，就一出山门呢，怪了，就一群乌鸦就在那个头顶上，不高不低的，这样就形成一个罩顶子，非 你人走到哪就跟到哪，完全没晒到太阳。然后等到下来看地的时候，那乌鸦就停在旁边了，也不怕人，停在旁边呱呱呱呱呱呱，就在看着你，这样呱呱呱，这样子，那也没有要 也不会走近，也不会走远，他好像等着那里。然后老和尚看完了，又上了那个轿子，又上去的时候，哇，日正当中了，那个时候热到爆了。然后他又飞过来了，又咚咚咚咚咚咚下来了，又下来。那个不是他变的，那也不是他要去变神通，咻飞过去，也不是这样。有一次寺里怎么不知道怎么搞的，哪一间那个偏殿呢、啊，上起火啊，不，后山旁边起火了。他那个119岁老人呢，居然自己提了一桶水，走好快、啊、往前去。大家一看，就在五步以外，可是已经天黑了，你知道？没多久呢，老丈人不见了。再一转身一看，哇啊，怎么在那个大石头上面呢、啊？旁边没有一条路可以上去。可是呢，就不晓得怎么搞他上去。然后那个时候徒弟在旁边都已经忘了要打火，他只问一件事。应该打火嘛？他只问那件事啊，老和尚你怎么上去？老和尚骂他们说，还在问这个，赶快打火啦！他就不让他知道是什么，他也没让他看到什么。在紧急状态，可能老和尚有些什么表现，可是他就是不让你去跟我谈这些有的没有的。他知道谈这些你远离法嘛，你远离法，
我要的是给你法上面的利益，这些你修上来了，你自然有嘛。我想世尊有世尊他应机的因缘，世尊后来不希望弟子们老在那边现神通，一定有更深刻的因缘。那但是今天有信者听，有信者信，你不信者，你还是喜欢信你的神通，你会认为我这么年轻，我是显教的人，我老讲这些，是不是你眼红啊？没神通眼红啊？那随缘啊，你怎么说？我只告诉你，在这件事情上，身轮现通，口轮说法，意轮见机，只有佛，佛才能究竟这样圆满，究竟这样圆满。那么这样子呢，就成说差说显应密应，就是显应跟密应在这里就讲，就是显的应跟密的应。什么是密的显的应？我就这么说了啊，就是表你看得到那个神通像啊，确实是有的，佛在世是有。可是现在接下来了，密应是末法时代最有的。什么是密应？应于无知，也就常有人这样讲：哎呀，师父啊，念佛啊，念了那么久了啊，都没什么感应哎，你还活着。以你这种人还活着，还能够继续信佛，啊，还能来问我这句话，那就是大感应了。就是他自己有感应不知道的，本来应该是出车祸啦啦，应该那个买股票了到爆了，现在呢小了一点就好，啊，你那个贪心不足啊，学佛了还这么贪，是比如这样。啊，那么你学佛了，你想要求往生，那个鬼神不让你往生，要让你死。你本来业障就现前了，你以前还堕胎，哦，你现在还能活得好好的，没有女人的那些怪病，半夜里没有那些被你杀的婴儿，来要你的命，还能够好好念佛，顶多就是打瞌睡这样子而已，你还不满意啊？已经给你密应了，但是你不知道，这众生就是在这方面的，就最怎么样，最不知好歹。你懂吗？得了利益又卖乖，啊，已经有密应，但是觉得不满足。啊，不现一个心咱看麦啊！啊，阿弥陀佛念哈尼久啊，阿弥陀佛都念那么久了，都不现个相来看一下。你那个猪羊眼，你怎么能看到圣人呢？对吧？眼睛闭着，那世尊就在眼前呢，啊，你也看不到。是用心看，不是用你那个浮尘根看。哦，是这样。那么你说，到底该不该有感应？有啊，密教天台里头有，哪怕你要求忏悔，都要得感应，或者要有梦中有应，你才能够修。比如说修梦王，你才能够修什么呢？金光明经的忏法，它确实也需要你感应。那这样子又怎么说？这就是显应咯。那又是什么意思？就是表示你的心，当你的心已经虔诚到够清净，虔诚到不至于看到感应起颠倒相，这两个条件都满足的时候，你才能够看到感应。心有所求，心有所执，看到了也会起颠倒，这样子的状态之下，保证看不到感应，除非你着魔，不然你一定看不到感应。因为你还无能力看到感应啊，看到感应你就会起颠倒相啊。所以念佛人还在凡夫的执取之下念佛，他这一辈子几乎看不到佛，他但是他只有一件事，临终的时候确实看到瑞相，但是内心不怕他起执着了，因为他的心专注，凭着这一念执着往生极乐，就只有这个事，临终才可以。所以常常是临终才有感应，因为也是到这个时候你能够得法的利益，所以你能有感应。所以显应密应有这种种差别啊。好，那么呢，观大察小，就观察众生的大小根器等智。智是指着满智教啦，半智教啦，那么等等啊。那么一智俱应四料简，也就是说，所谓的四料简，就是说，顿得顿意，顿得密意，见意，然后见得顿意，见得密意，啊，这是第一种四料简的说法了哈。
乃至于还有另外的四调简，是指那个空啊、有非空非有，即空即有，哦、这都是四调简，就一个法门，一个法门都有各个角度，啊、都有各个角度。那么这些通通是佛一因说法的三业三轮的不思议力，啊、佛才能说为三轮呢、啊，哈、啊。我们凡夫只能说三业，哦、我刚刚说了那个轮的那个意义是很神圣的、哦、那么我们一般没有圣轮，没有口轮，没有意轮、哦、我们只有身口意三业而已，嗯，都是造业多、哦、那么好，三轮不思议力，而加倍之机啊，得意广也。你看得意广，所以说广说的话，观察你大小乘，然后呢，一因说法具有四料简，自有四种的各种利益，能够让你得利益。所以说随所披击之机啊，得意能广，他就能观察你，然后呢于秘密中能让你得利益、哦、你得你的利益，他得他的利益，那彼此都不相知、哦、这里在讲这个、哦、那么这是、地公大师所说的。好，那么就是所谓的各自得意。瓜胡里头说到了，接着瓜胡原文里的瓜胡说，法华正直舍方便的，但说无上道是故非秘密。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在法华会上，当机众的声闻众以及影响众的诸人天、啊、大乘菩萨等，还有随喜众的什么呢，诸佛菩萨，诸佛十方诸佛，这是随喜众。你看这样多宝佛就算是来随喜应证，这样子的十方众生乃至于当机的众生，通通清楚的明白，世尊受记，一切众生皆得成佛，没有秘密，决定显说。再来，通在法华会上五千离席已经离席了，不能得利益的已经离席了，换句话说，留下来的都得利益，而且都得什么利益，都得成佛的利益，一点儿都不会少。法华会上一切众生皆得清楚明白的得成佛意啊，清楚明白的得成佛意，你我彼此都知，大家都拍着肩膀说赞啊，大家都成佛了。所以在法华会上你知我知，所以没有秘密，而且呢也决定说大乘，更无二无三，无二亦无三，所以也是决定意。所以他下面讲说不定，他也没有不定，他是决定。这里讲秘密，也就是秘密不定的秘密，大家都知。在法华会上，法华会后，所以只要能在法华会上的人，他通通知道我们彼此成佛，我们一定成佛，我们完全被受记，就是诸位，诸位学法华经，信仰法华经，诵持法华经，名为法华会上的众生。你说没有啊，我没见到佛，你不用担心见到佛。智者大师不也示现没见到佛吗？他也在佛入灭后嘛，他只是误入法华玄陀罗尼的时候，看到灵山会上俨然未散。你我也是。那我们那个时候坐在哪里？我是不知道你的座位号码啦，但是呢，我可以肯定，你一定怎么样？你一定在那会上，搞不好是一只蚂蚁，或一只蚊子，嗡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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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飞来飞去，搞不好是这样，但是一定受到加持。这样懂的意思吗？所以这就是所谓的法华会上正直舍方便，但说无当照故非秘密。什么意思？就是你我都知，但说无当。好，那么这里头有两个小注解啊，四一九啊。那么、什么叫正直舍方便？就写在我们的但说无当照正直舍方便，有没有？就在这里啊，就在这里，就是显露决定啊，显露决定啊。正直舍方便嘛，但说无上道、哦、好，那么呢就在这里，什么原因呢？好，我们看一下啊，这教刚刚的科士说了，科士说，就藏教跟通教是取巧而非直，因为他只谈了真空，那就谈在停在那里。而且他用这个种种方法，缘起性空啊，众生的那个缘起见啊，经验中来谈，他没有植物本性，所以说是取。
那系生系的说的缘起相，好，那么呢，这个巧不是巧妙的巧啦，就是弯曲，不直对着你的佛性觉性，啊、哦，所以非直，取而非直，啊、哦，那别教呢？别教是偏旁而非正，什么意思？觉性啊，是三谛圆融，一念顿超，这样子植入，你悟得的才深刻。现在你还要怎么样？还要次第以藏通为方便，然后才舍掉藏通，慢慢趋入，累劫勤修，一一去对应什么呢？一一对应这个众生的无明相，了尘沙祸。这样子的运用呢，他没有，不是他先走到那个空，然后走假，然后才对向中道义，而对向的中道义也先到淡中，然后才接入圆中，所以他都没有正对那个真理，所以是偏旁。基本上到达目标，最后到达目标，但是是走一条外环道，没有直接走进去，哦，所以说偏旁，所以不是正直法。那声闻法呢，它藏通二教呢，直接就走到路的别地去了，路到别的地方去了，它根本没有对象实相义，所以取巧非通啊，非直。其实取巧非直也不通，也没有通向最终的决定的原教。别教有通，可是他是走一条外环路比较久，是这两个都是非正直舍方便，一个是有方便，一个是没有正直的，都或者是没正直也没方，也既用方便又不正直，又不正向对，哦，又不正向对着那个实相，所以这样子的话都不是正直舍方便的原教。今呢，在法华会上呢，舍此等方便，舍藏通别的方便，那么呢，故云正直舍方便。正向什么？对别教说的正，直不取，对藏通说的，所以正直。那方便他们都叫方便，所以我的舍的这种方便，我既正而直的对象实相，当下是什么呢？是圆顿止观，哦，一念三千，一境三谛，那么呢是三谛圆融，那么这个是没有次第的，哦，没有次第三观，哦，是圆教的什么呢？这圆顿的止观，或者是次第止观也一样，也是源于那个圆教的。修法固然有次第，可是你体悟的是圆教义，哦，所以那是圆教的观法，也是圆教所提解所讲的内容。那么这样子呢，名为什么呢？名为正直舍方便，哦，跟别教的，哦，这个次第三观是不同的。他三观他是见空观不见妙有，见妙有不见中观，修了中观还是淡中观，双照这个中空有而已，还是站一个淡中的立场来看，哦，好。那么如果了解这样的话，故曰正直舍方便，哦，好。那么这是注解，正直舍方便的注解。接着说，但说无上道又是什么呢？注解上说，哎，即是法华圆纯圆独妙之圆教时中所说的三谛圆融中道实相，唯一佛乘圆顿无上之道，叫做无上道。圆顿无上，这种圆顿无上呢，讲成这样了，其实它就是指是什么呢？是指一圆一切圆，无一法不圆；一顿一切顿，无一法不顿。那么呢，就空假中三观来说，是一空一切空，即空即假即中，一假一切假，一中一切中，
所以这样子一切教法泯除差别相，终为一时相义，总为一时实相义，那么也无法可证，连生死烦恼也在实相之中，到了这么极致的教理，所以他无上之道，没有一个法能够说再高于这个了，没有一个解脱再高于这个，这是究竟的解脱。好，那么这叫做但说无上道了，是所以说这样子这么清楚明白，那么彼此皆知啊，所以应该再加上一个但说无上道，彼此皆知，哦，所以故非秘密，哦，而且，所得的利益呢，各自皆知。好，那么这样子叫做秘密教。接着呢，秘密咒，秘密咒呢，二秘密教有秘密教跟秘密咒。那秘密咒说，为一切陀罗尼章句及五十教中皆悉有之。换句话说，秘密咒如果讲秘密，那这个秘密咒呢，一切皆有，一切五十当中，连法华经中都有。好，我们这次塔刹坐上去，塔刹当中就有法华经的六个咒，那再加上一个离塔咒，那么把法华的咒都用上去，这就是秘密。那好了，现在讲秘密咒，那咒者是什么？为一切陀罗尼章句。什么是陀罗尼？咒是总持的意思，那么陀罗尼，就是所谓的陀罗尼，那么名翻译作咒，有时候单字名为咒，所以梵语陀罗尼呢，指云咒，或者叫真言，叫做咒。那么指的一切的总持章句，一切总持章句，那么陀罗尼，一切陀罗尼的章句，那章句，章句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句斗，一段一段的那个描述那个语音。隐含某个甚深意的这样子 的文字，名为章句，那个一段一段语音，句是一段一段 的语音，那章各段各段合成章。你比如楞严咒有五章，有五会，五章。那其他一般的小咒，大概都是有咒头、咒尾、咒心，大概都会这样。那么这样子呢，你也可以分成，有三章，简单讲是这样的，刚开始一定是礼敬，后面正说这个咒语的用心所在，最后呢是回向，表明总体总结圆满，这样子的一个咒尾音，常常是 Sapha 尾音，这样。那常常开头是从 Om 开始为开头，中间有很多的依着不同菩萨佛还有所对应的某种对治意，有它的内容。那这些内容有很多是直说内心的功德，内心的祈祷，或者请求这个十方圣僧佛菩萨护法鬼王等等的名称。而这些名称呢，不是指称名，称名一定有个用意，那因为我这个用意很深，所以我需要的佛，我称名的佛的内容或者护法鬼王就相当的庞大。你比如说楞严咒，楞严咒事实上它是五部的佛部、菩萨部、护法部乃至于鬼王等等通通在里头。那是为什么呢？因为要护念一切邪恶，升起最终 的究竟的光明，要去除无始劫来的贪淫、贪爱、贪才是无始劫来最可怕的。你不能利益众生也是因为贪，男女贪爱你怎么去利益众生呢？你没办法利益他，你已经爱他，彼此相爱，相爱就没有恩义了，你懂吗？只有什么？只有被我爱跟不被我爱这样子的争夺关系啊！爱是一种争夺关系耶。我没有丑陋他，我说是这样子啊。你已经融入了，你怎么办？就要用楞严咒。
来剥离你的无始劫来，从自我爱发展到爱爱周边的同类 的那种贪爱。男女贪爱是人间大欲嘛，那都是从自我爱发展啊。自我爱这么深呢、啊、你而且它表现成种种虚假相，由于对修行人表现出更多的虚假相，比如修行很成功啦，啊，修行正果了啦，啊，修行正果当然不敢说了，就接近正果，或者修行有种种的意象啦，都会让修行人起颠倒，或者修行有戒律啦，让你于戒律中生傲慢，生我执，那从今而后反而入轮回，哈。那修行中有名问，利益众生有利益，有效果啊，让你感觉到、哦、行菩萨太棒了，你这个念头起来也挂了，也糟了。或者于利益众生当中自起贪爱，那自己立宗立派去了，忙着立宗立派，不与这个无我相应。你看这是表现出这样子，都别提了男女贪爱这么单纯，这么单纯。好了，那这样子的话，你看多么复杂。那只有教理叫做显说开解，在理性上开解你的什么呢？你的正见，让你知道啊、不可以。不过不管用，为什么不管用？我在讲皈依的时候，常常讲就一个叫依靠，皈依三宝的最后一个叫做依靠，依循完了再依靠。那就是在情感当中决然的投入，这是难的，因为你内心里你从来没看到你内在的觉性，所以你不懂得投靠你内在的觉性。这个时候如幻的给你一个外，如幻于心外，其实不在心外啊，如幻于心外的佛菩萨的功德相，让你依靠。什么叫依靠？不再用理性，也无能用理性，全然的交给佛菩萨，请他加持你，其实就是你内心的 觉性加持你自己。但是因为你没看到他，我现在告诉你，佛有本愿，菩萨有本愿，菩萨的本愿呢，他刚回来在那里拜佛，菩萨的本愿呢，怎么讲，会对应你的需要，然后你也知道菩萨的本愿，你会有特别的感应，然后你念观音菩萨，念阿弥陀佛，念地藏王菩萨，念药师佛，念哪怕是地藏王菩萨、虚空藏菩萨等，各自的本愿不同，然后加持于你，也就是你内在的各种功德，用某一种特别的功德来对应昧尊佛的本愿，然后你称念他的名，祈祷他的加持，其实就是你内在诱发你内在的自我加持。可是这种称念呢，可以称名，也可以称什么？也可以称他的密语。他的密语，什么是他的密语？比如说往生咒，事实上是什么呢？根本灭一切业障真言，就灭一切业障之后，你能够自在往生到哪里去？那么你现在呢，于一切众生中，于自己当中，想要灭一切业障，求生极乐，这个时候我称念这样子的名，是意味着弥陀佛有这么一个本愿，要让你根本灭一切业障，那么得生净土多罗尼，让你得生净土。那么我世尊也有那样的心愿，可那样的心愿在心中啊，此方真教体是清净在声闻呢、啊，那是他能听闻才能够听得到，是就能够听得到世尊或者弥陀佛的那个内心里的那种清净的本愿，比如说灭一切业障，得生净土，他有这个本愿。那么你不知道，他发而为声，内心有一个相，就有一个声音对应啊，对不对？英国人说 yes。台湾人说后、中国人说、可以，那各有音嘛，有音来表达你内在的意嘛。是啊，诸佛法法平等，于一切众生有不同的本愿，因此对治不同的病症，因此就诸佛于不同经典当中示现教导不同的随着本愿而对应的音呢、啊。
那美国人有美国人的因，华人有华人的因，是的，那佛有佛的因呢？这个因无有差别相，从他的不分别的自性中流露出来的，名为梵音，名为真言，名为密语，名为总持啊。所以咒是这样来的，咒有它的深意的。那么这个时候我称念它，就与这佛当时这个心情所说出的密语相应，因为那无非也是我内心里本具的功德啊，所以我正一心称念密应，密应前面讲的密，上一堂课讲的密应，我受加持于无知，显应当然也可以，至少我密应。为什么？因为我内心的觉性我不知，但是从来就在起作用的，而我正称念佛，某一尊佛，某一位菩萨，某一位鬼王，他的本愿所现的总持之音与内心里，那不也是掀起的我自性中本来本性中与他无二无别的功德吗？所以我专心称念，也就专心的让内在甚深的功德呢，借由自他不二的感应，不可思议呢，而现前，而现前。说是说你不懂，其实你却一定知道，因为他从来不离你的自心。那这就是密语，叫做真言。那为什么它叫总持呢？因为它不离这一念实相之心。实相之心就像一个圆球，一个物体存在，各个相貌有各个角度看它，各个相貌各个不同，但是不离。总持不离这个什么呢？觉性不离中道实相，所以各个咒有各个对机应缘的善巧跟目的，然而不离什么？不离究竟觉性。大智度人也提到了四悉檀，世界悉檀、各个为人悉檀、对治悉檀，乃至于第一义地悉檀。他说各个悉檀皆不离真实性，一样意思。咒语就是世界悉檀，也某种程度的各个为人悉檀、哦、那也为人嘛，为人而让你生善，让你生喜，让你断恶的对治悉檀，也可能是第一义地悉檀，但这里头都是从根本的觉性中显现，所以它一定是总持。这第一种总持，最大范围的总持是这样，小范围的总持是针对这个咒语的护念意。比如说在法华经上面，鬼子母罗刹母他说我要给一个咒，让未来诵法华经的人呢，去除种种的障难，内心的魔障有四魔，天魔、死魔、烦恼魔、五阴魔，要让你去这个魔。好了，这个时候你相信了，你依赖了，你依靠，你真实的诵持这个，那一切魔通通总持着被你破，不必再用其他法，因为他就是要破魔，不必在这一法之外再找，他总持了。信道你信多深，他的总持力就有多强，你念得多专，他升起的效用就有多大。你即便不懂，但是你正在诵持的时候呢，冥冥中与你自信破魔的这个功德相应。所以咒语为什么每次在放蒙山做施食宴口施食的时候，我们就会一定要跟信徒跟大家现场讲到说，专心致志依于智慧跟慈悲，信仰佛的慈悲，以及我自己发起悲心菩提心，然后以这样的智慧，就刚刚所说这些理解为本，然后专心致志的诵持，他就起密应，显密之应了，但主要是密应，他本来就能总持，他有这个目的，就有这个目的之下的一切总持相，所以有大的总持，也有局部针对通的通途的总持，也有别总持。那这种秘密于内心，于诸佛菩萨、护法龙天等升起，那护法龙天也是佛示现啊，升起的这样用心的时候，一念三千嘛，所以它对应出佛的语言出来，名为梵音。
那么你现在用这种语言去诵持，即便你不懂他的道理也无法，因为他不理你的本性的功德，所以你称念称念他就起功德相。如果你听懂这个道理，你把咒语换成弥陀佛的圣号不也一样吗？所以一句圣号无量功德不也是这样意思吗？只是说它各有对应的别，共之外有别的什么呢？个别的差别相的应机之处，这样，那么这叫做秘密咒。所以秘密咒在显教来看，那是在，即便是在显教来说，或许它没有那么样常修持，但是在显教，以天台的显教立场来看，哦，那是再稀松平常不过的一个必要的法门，跟一个真的是很直截了当的修法。所以这里有秘密咒，所以为一切陀罗尼章句，就是总持的章句，是当然是章句啊，文章字句嘛，哦，那为什么？因为那是佛的菩萨护法龙天等的某一个利益众生的自利或利他的 众生的什么呢？的秘密语，也是你内心 心的形象语音形象化，哦，那么你诵持它就得大利益。那么只要是这样子，所以它通于五十通通有。为什么？我要让藏教人得藏教利益，我要让通教人得通教利益，我可以显说，我可以密语啊，当然不是这样吗？这第一种。第二种，显教人，不，原教人凡夫未上修，他在修原教，但是他也要离欲啊。那万一遇到了这个像阿难一样的这种障难的话，不是也需要楞严咒吗？对不对？那阿罗汉，修声闻法的人呢？他也需要离欲啊，他也需要远离这女色啊。所以如果他愿意，他也可以诵楞严咒，总不行。对不对？还有啊，声闻咒里头有的治牙痛的，还有治痔疮的，还有治眼睛明眼咒，这在声闻法里头就有了。那大乘人不需要吗？原教人不需要吗？我们原教出发心的凡夫，眼睛不好，那个真迹师父，眼睛不什么好，每次手机拿来就这样，你念一下明眼咒，所以你也需要，所以当然什么样，五十教中都通，是不是很容易理解？本来就需要，皆悉有之，所以我字面上让大家理解。所以咒语啊，是一切大乘法大乘行者都会养性的，他不离那一念真心，是这样。那也不是所谓的密教独有的，所以这也是后来在唐朝的时候呢，天台宗会跟密宗有结合，叫做台密，就是这样。主要大本营就在天台山，而天台宗又跟戒律特别结合的那个是在什么长沙的那个玉泉寺。所以后来天台宗发展两个主系统，各自 有发挥，就天台的教理之下发展，特别发展的净土宗，这个 戒律跟密教，这不过这个是一段时期啦，就是表示说天台教法它几乎跟中国的各宗派都有交涉，因为它都可以做他们的基础，做他们的基础，做他们的基础。我没有说要学了天台才能念佛，你不要误解了，我是说学了天台你念佛会更清楚，你更有你的理路。那至于 你不愿意也 OK 啊，一样念佛可以得利益啊，你要学华严 OK 啊。其实华严宗很多从 天台脱胎出去的，因为他的弟子大部分都 跟天台的大德学过，我们前天才讲过的，但即便是这样子，华严宗不可被轻视，也因他有后来发展的特殊相，我们很希望华严宗兴盛，因为教观双美固然是天台，我们也需要华严来互相的激荡，这都是很好的。佛法越变越明，不需要别人弱我强，不是，大家都好才好，好。那么了解这样了，
就所以说文句上说秘密咒为一切陀罗尼章句啊，五十教中悉皆有之，是这样。好，我们来看看注解，这是刚刚消文完毕的。那么注解当中说秘密咒啊，秘密咒，秘密咒，教官刚中科示说梵语陀罗尼此云为咒，唐译为真言，所以它是真言，这是解释名词而已。接着为一切陀罗尼章句，陀罗尼达拉尼，陀罗尼哈，陀罗尼呢是什么呢？是指此云总持，是总一切法，持一切意，谓之总持。看到没有？所以我刚刚已经解释了什么是总持，有共总持，有不共总持。共总持是指的说，它就是基于觉性、实相之法，所以各个咒的总持内容都一样，就是觉性意。但是它有不共总持，因为各个咒有各个咒的对治意。这样了解吗？哦，大悲咒特别强调了悲心跟度化，那么往生咒特别强调了这个消业障，那么呢这个灭业障真言呢特别讲到灭除现前的乃至于久远来的出众业障啊，那么智慧文殊智慧咒强调这个什么追求智慧，各有别相上的别种词。这样了解哈，是这样，那么从这样理解，当然你说那这样的话咒子持一个就好了，是不是？因为它具有对治意跟特别相貌的意思，所以它就会显得有很多种咒语都在那里持。我们过来，我们自古以来，你看像莲池大师啊，他日行这个多少多少的咒语，那偶义大师也是，他也曾经专持往生咒，专持大悲咒，他也个别分开来持，那因此咒有对各个对治之意，因此各个意义就特别强盛，在对治的意义上就特别强盛。那早年呢，我在清凉寺，我就要求说，哎呦，男众女众共住在那儿不顶好，蛮危险的，所以大家就早课完毕加送两次楞严咒，呱呱呱，男众在那边送，女众在另外一边，这样，哎，这六年来啊，很安稳。后来他们离开，我也离开了，大家离开的人，当年有在那里待过的，基本上都没有所谓一些男女众的问题。你看这咒力不思议啊，我们凡夫当然就靠这个种持啊，靠这个种持降相啊，所以就是陀罗尼有这种种持之意啊。那好，总一切法持无量意，总一切法持无量意，这 有种有别，有通有别。又云遮持，这遮止遮恶无不遮，善无不持，叫做遮持，遮一切恶，那持一切善，这个就是从通义来说的，那你也可以从别义来说，比如说灭一切的贪爱，那属于他特别在灭贪爱这件事，增长智慧，文殊咒增长智慧。好，那么就是指持于这个能开智慧的内容，像这样子的分别，都有共有别了，那么这就是总持意，不然各个咒都叫总持，那么持一个咒就好了，它有别意，它都叫总持，但是有别意，有各个对峙的个别不同。好，那么章句，章是章段，句是句斗，所以大凡密咒都有那个章段句斗，一章里头有好多句，有句有斗，斗就是顿停顿，是这样。华严经里头常常的一合二合三合，里面有一合叫二合，就两个字合在一起念，就是念切音，切音这样子，三合就快念，都各自念它的一个子母音或子音或母音， 你要看怎么对了，这样把它 念出来，因为它的第一音跟 第二个字的汉音的第一音，三个汉字合到一块，你到底怎么念呢？一定是其中一个汉字的母音，另外两个汉字的子音，人类能发音的一定是子音结合母音才能发音，英语啦，印欧语言啦，汉文啦，都一样。我们的舌头，我们的生命的构造就是这样，语音的构造就一定有子跟母音 ，R E U A O 这种子音，这种母音呢，一定少不了。单一一个音，一个子音是
没办法形成，在人类的 语言当中好像形成不了一个什么一个词的。呵，什么你要讲什么呵，这个是子音呢、啊、哦，他没办法，那可哎就是一个音了，就是一个音了。所以 REUAO 以外、哦、你比如说 BOPOMO 对不对， 你怎么发音，光一个波字啊，那波跟坡，你看你怎么发音？把波跟坡写在一起，看你怎么发，会发的举手。我已经教你去看那个耳鼻喉科，你的舌头有问题，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啊？是不是？所以你看那个中国的注音，无论是哪一个国都一样，天底下就是这个母音就是几个，哪一个都一样，哪一种语言都这样。好、哦，对，波跟坡没办法发音嘛。好、哦，那你看、哦、英文里头的。A 是母音没有错，那 B 跟 C 呢，你单独 B 跟 C 你拼在一起看你怎么拼音，没办法发嘛，没有 一定加一个母音在那里，不然你就没办法发音，这就是人类的语音的限制。所以为什么要光阴天，光阴天它用光啊，它不会受限这么几个子音母音这边组合啊，是这样子来的。所以语音的长短一定是母音加好多子音、啊、就可以形成字词、哦、你知道 Kashifa 啊，那 Shifra The Agdra、嗯、这种音好多都是一个子音一个母音加上好多子音，可以长可以短，这样懂吗、啊、所以这一定都是章句，这种章句有一定的内容一定的方式的 OK， 所以叫做章句、哦、那讲的它具有一定的句法，那我形成一段一段的名为章，所以就是章句。汉地的佛法较比在咒语音当中显得没那么兴盛，是因为受限于它的文字系统，它的文字系统不是拼音文字系统，所以它困难。但是到了民国以来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不过很不幸的是民国到清朝都还没办法，它都还没有所谓的罗马拼音跟所谓的第一音标，就是 BOPOMO 是第一音标，第二音标就是罗马拼音，就 ABC 的这种罗马拼音，在民国初年就这样，这也不是今天的这个中国哈，这个民国49年见证的这个中国，这个1949年、啊、见证的这个中国才发明，更早之前中华民国时代就已经，大陆的中华民国时代就已经建立了这两套发音法，只是在台湾用了这个 BOPOMO、是全世界唯一仅存的在这里用的、哦、好，那么这样大家了解、哦、这边是章句，中国是因为用象形文字，它没有拼音字母这种观念，而一没有了之后呢，就是唯一例外的，它就变成要拼音必须要把那个象形字拿来怎么样，拿来对应模拟、啊、这显得困难、哦、是这样、啊、好，我这个就不多说了、啊、好，向下文长复以来日，我们回向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志归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志归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志归依僧，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